对，这个也可以放在沙发上，是更都可以好。啊，哇，可以铺在沙发上，对呀，都可以，主要是它床上、沙发上、地下、毯子上都可以，可以铺在地上，也可以出去外出去旅游也可以。拍得到哥姐姐回来打个加减，我看一下。哦，只有最后两单了，哥姐姐啊，最后两单了，多的我补贴不了了。刚刚只要是你们补贴得到，哥姐姐78、79、79.9，哥姐姐你们自己去拍，这也是我们补贴了的啊。然后你们外面去买的话是288，哥姐叔叔阿姨，对，而且今天的话就不需要这么多了啊，品质和外面的那种一模一样，哥姐姐这个真的很好啊。哇塞，丝丝滑滑的价位，要不我们也买过去，真的好舒服，你看。啊！你说什么？谢谢，对对，很舒服的这个。只有最后一单了。来后台看看，没有付款的立马踢掉，踢完以后下链接。好，来，嗯，有多少个人没？有没有5个人？5个人没付款的有没有？没有没有。多少个人？2个人。只有2个人了吗？是的。把那2个人踢了，没有付款的。哥姐姐，你们没有付款的不要去占库存啊！本来这个就是给你们福利价格的，好不好？对。来，我把它踢了，踢了没有？踢了。踢了的话，只有两单了，哥姐姐，只有最后两单了啊！两单。哦，只有最后两单了，哥姐是刷阿姨啊。两个颜色。79，哥姐姐，你们颜色品质真的很好的。两个颜色，哇，真的都很好看，软软糯糯的，我看起来都很好想睡啊。只有最后一单了，哥姐姐一直支持加几百，好的，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哥姐，是帅。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更好看嘞。哎，肖总，哎，我老丈人呢？哦不不，我叔叔呢？嗯，吃饭。在吃饭是不是？对对。哦，好好。那个家里面的人也过来了。啊。哎喂。我觉得这个颜色更好看。嗯，那个叔叔阿姨晚上好，叔叔阿姨。我觉得铺在沙发上也。这个好看是吧？晚上好，支持你们。我左脚一个福袋是吧？我弄过来吧。好，你弄吧。谢谢李总，肖总好。哎，肖总晚上好。哎，我们不能在这里一直在这里送那个什么福利了。嗯。嘉威，嗯，你爸爸乖了，要不我们就。这样吧，哥姐姐，只能给你们最后那个小王，哎，这样哥姐姐，我再给你们介绍一次，然后的话我就好不好？然后我现在的话就不给你们送什么福利了，也不给你们卖这个产品了，好不好？好的话你们打个好，哥姐叔叔阿姨，因为你看一下人家嘉威的爸爸来了，而且人家哎呀，这些还有肖总他们这么多人今天来了，就是来支持我的，对不对？所以的话我再给你们介绍一下，然后我的话就哥姐姐就给你们福利也送不了，什么也不给你们介绍什么了，好不好？来，我再给你们说一下啊，哥姐姐，这个的话，哥姐姐，这个你们看到没有？这个看到没有？这个很好的啊，今天听好了，哥姐姐就给你们再给你们介绍一次就没有了，然后我再给你们上两单，哥姐姐多的上不了，而且这个是自己补贴的啊，这么好的话，哥姐姐我也不会怎么介绍，但是我知道这个是很好，知道吧？这个你看，这个手感啊什么柔，真的挺好的，哥姐叔叔阿姨，比如说这个是外面的话，哥姐姐啊，外面卖多少钱的这个？288，哥姐姐是打完折的，对，打完折。对，同一价格，哥姐姐288的这个啊，看到没有，哥姐姐两面都可以睡的，哥姐姐，还有这个你看，比如说小孩子，哥姐姐老年人都可以睡，现在冬天到了，暖暖的，哥姐叔叔阿姨，看到没有？婴儿绒，对，真的是软软糯糯的，摸起来就好，对，哥姐姐，而且它还有这个包边。来，哥姐姐，我最后再给你们上两单，然后你们就拼手速啊，拼网速来，然后我就去陪我的叔叔去了啊，哥姐姐，来，哥姐姐，好的话你们打个好，好不好？我就去陪我的叔叔了，然后再给你们上两单，本来就是卖，对不对，哥姐？还有你看这个颜色，哥姐姐，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啊。这个后面是紫色，哥姐姐们，这个后面紫色。是的，哥姐姐，这个是多大的？2米乘以2米3。2米乘以2米3，哥姐叔叔阿姨。1米5、1米8，2米的床都可以铺。对，哥姐姐本来是卖288，看到没有？但是今天是批发价格，然后我的话，哥姐姐本来我把这个价格砍到88，但是我自己的话贴了8块钱，哥姐姐，然后就79块钱，多的我贴不了，我给你们再给你们贴8块钱，88不要了，79.9，然后直接你们去拍，哥姐姐，来，
小王再给他们上最后两单吧。好的。然后我就下了，哥哥姐姐，我再给你们上最后两单啊。来，三二一，上车没有？上车了。上车了，哥姐，最后两单给你们上车了啊！你们继续。哦，只有最后一单了，哥姐姐，一单被抢了，马上就被抢了，哥姐姐。那么快。哇，真的，我感觉。我也可以回去。对，哥姐姐只有最后一道，那我就不给你们介绍了，我要去陪佳慧的爸爸了，因为他的爸爸现在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但是他的妈妈的话还不知道哥姐叔叔阿姨，所以的话他要去问一下啊，好不好？哎呀，不要说是老丈人，哥姐不能这样说，是叔叔啊，他现在只能说是只是叔叔，知道吧？生日哥姐姐刚刚已经给生日过完了，哥姐姐，你们是不是刚刚才进来的？我和爸佳慧的爸爸，你看到没有？蛋糕都是吃完了的，给你们看一下，哥姐姐，对，蛋糕都吃完了。佳慧的爸爸，但你们没看到吗？哥姐叔叔阿姨，是不是刚刚进来的呀？对，你们是不是刚刚进来的呀？哥姐叔叔阿姨，我们已经过完生日了。是的，哥姐叔叔阿姨，对，哥姐叔叔阿姨，那个。这样的，肖总，哎，你去把我老丈人接过来，好不好？嗯，好。接过来，然后我那这样，我那个我就我看对他吃了饭的话，你接话，然后我带他去吃点宵夜。嗯，我带他去，佳慧，你爸爸现在吃了饭了，然后我带他去吃点宵夜，好不好？嗯，好不好？好，好不好？好的话，你肖总，你麻烦你把他接过来一下啊。对，好嘞。来，哥姐叔叔阿姨，真的，我这个真的太好了，知道吧？这样，哎，你这个才是倍啊！哎呀，哥姐叔叔阿姨，你们这个是我真的补不了，真的，因为、啊、你又把它拿过来了，这就不是了。不是，现在没在啊，现在这姐没在，那我就给你们放一单，哥姐姐啊，我再给你们放一单。这就回来。这个哥姐姐看到没有？这个是现在静姐没见我再给你们放两三单，你们想不想要？黄金蚕丝被啊！哥姐姐，这个卖3000多的，知道吧？来，给你们开真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哥姐姐，这个是很牛逼的，真的。真的好东西哦！看到没有？刚刚哥姐姐刚刚都已经上了很多，静姐一直都不让上的。对。看到没有？看一下这个面料，哥姐姐，黄金，看到没有？哥姐是刷眼，看到的你们打个看到的，刚刚没有抢的哥姐，你们刚刚抢了这个的，你们扣个一。刚刚抢了这个抢到了的，你们扣个一，哥姐姐，这个是哥姐姐在哪里卖的，都是真的，哇塞，真的，你低于，如果说你在外面低于2000多块钱，你回来找我，来，你们没有抢到的扣个一，扣了一的，小王，健健去哪里了？健健去接叔叔去了。去接叔叔了，这样，健健不在，你把扣了一的统计起来。哥姐姐，今天不要你们1000多了。如果你们扣了一的，这样哥姐叔叔阿姨这个啊，看到没有？哇，哥姐叔叔阿姨扣了一的，这样，我再给你们讲一下啊，扣了一的哥姐叔叔阿姨听好了，扣了一的你们一定要准备好，扣了一的全部给我统计起来。嗯，好的。听好了，不要了，他们600、500都不要了，哥姐叔叔阿姨，看一下啊，很好的，这个你们一定要买。这个为什么买这个呢？哥姐叔叔阿姨，比如说它就是一个，它不只是一个被子，知道吧？哥姐叔叔阿姨，它还有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叔叔阿姨们，对不对？对，就是这些。还有对姐姐，真的，比如说姐姐的话是必睡的，这个因为她会对姐姐这些什么容，姐姐真的对没什么容，演什么什么什么演，哥姐叔叔阿姨，好不好？你们想不想要？想要的话就再给你们上，哥姐很好的啊、哦。这个外面来那个来那个来在外面卖，哥姐姐卖多少钱？我再给你们看一下啊，我给你们看一下。这来姐姐哥姐姐，但是我给你们上不了多少，我再给你们上一点啊，看到没有？我差不多4000，3688，哥姐统一价格。刚刚他们是卖的是哥姐刚刚抢到了的，有这么多，哥姐你们刚刚抢到了的扣个，哥姐姐你们扣个一，好不好？你们刚刚抢到了的这个扣个一，因为刚刚这姐在，他就不让上了，所以没有多少人抢到，因为他就只上了哥姐姐就上了一波，抢了很多。哥姐叔叔阿姨，这个他真的刚刚上了一波，抢了很多的。刚刚抢到的已经是不是？没有抢到的哥姐姐你们扣个二，没有抢到的你们扣个二。这样吧，哥姐姐，他说是1299的话就可以给你们放，就是对不对？这个是很好的。但是这样吧，哥姐叔叔阿姨，你们扣了二的来统计。我再给你们上5单，哥姐姐，谁扣了二的，把它统计起来啊、这样1200块钱，不要改价。
听我改价，如果珍姐等一下说的话，我自己来补，好不好？好的。你不用怕他，好不好？好的。好不好？来，科罗二的这样哥姐姐，来直接229，再给他们上五单。299吗？299，可不可以啊？他会不会，姐等一下会不会来骂呀？哎呀，我小王，哎，你299给他们改，不要上1290了，299给他们改。好的，好的，老板。啊？299吗？你改吗？你就上五单吗？五单是吧？郑姐，谢谢他。好的，好不好？等会儿郑姐来，你跟他对一下啊。好，郑姐来了，我给他对接。来，哥姐姐，299啊，刚刚是299的，因为这个就是他哥姐姐，这个是肖总，什么什么他们都补贴了很多，而且我自己也补贴的啊，这个是看到没有？真的，哥姐姐，来。刚刚那个其他的那个被鸟了，那个普通的那个拿过来，哥姐姐来上五单，哥姐姐来321，哥姐姐给你们上五单啊、哦，只能给你们上五单，哥姐姐229是不可能的，哥姐是刷野，299知道吧，哥姐姐299是已经给你们，人家卖3000多的被子，哥姐姐，这姐回来肯定要说的，对，看质量，你没事，你听我的，看质量，哥姐姐看到没有？来。看到没，透明的，哥姐姐，我来，你睡这个真的，哥姐是刷野，看到没有？我只给你们上了五单，哥姐你们拼手速，哇，哥姐姐只有两单了，啊！快正经，只有两单了。那个老张家人说水泡会掉色吗？这个会，这个泡水掉色直接赔10000现金啊！对，10000，哥姐姐直接给的啊！如果说有一根丝儿，对，一根，如果说这里面掺了一根假的话。哥姐姐，我直接给你赔10000块钱啊，好不好？哥姐姐放心啊，哦，哥姐10秒钟，只有10秒钟了，你们去抢啊，拍不到就没办法了，只有5秒钟的时间了，哥姐姐我就下链接了啊，你们想抢也抢不到了啊，哥姐只有3秒钟了，哥姐姐抢到你们就抓紧时间，没有付款的付款啊，因为还有一单，只有最后一单了，哥姐是刷野，来，只有最后1秒钟，哥姐是刷野，299，哥姐原价是多的啊，对，真是过了呀，哥姐说啥呀，我们生日过了，我们刚刚已经生日过了，知道吧，过完了已经，对，生日过了，生日过了啊，哥姐没有了啊，下小王，哎，把下了，把链接下了，好的，把链接下了，不能再上了，等一下郑姐来骂了啊，把链接下掉，好了好了，哥姐我们不讲了啊，等一下郑姐看到没有，哥姐说啥呀，哦，不是，来这个吊牌夹给你们，真的，这个质量给你们看一下，真的，哥姐姐，真的给你们看一下，哥姐姐，统一价格，你们在外面买3688，今天299的，刚刚你们抢到的，哥姐姐，来回来打个抢到了，没有了啊，把链接下了没有？下掉啊，下掉了，下掉了吗？好，把链接下掉，没有了，哥姐姐，你们没抢到的，没办法了啊。不要来找我了，哥姐叔叔阿姨，快，我已经拍了，什么时候发货？啊？没事，就是这个是3天内。我3天，哥姐姐，我3天内把你们发货啊，哥姐叔叔阿姨，好不好？好不好？3天内给你们发。哥姐姐再上一点，上不了了，哥姐姐我不卖了啊，因为我现在要去请家外的爸爸去吃夜宵，对不对，哥姐叔叔阿姨，对不对，哥姐你们说家外你爸爸来了，我们他现在他虽然是吃了饭，但是我必须要给他敬一下他的那个喝两杯呀、然后去吃点夜宵、对不对，哥姐叔叔阿姨，对的话你们打个对，不然的话总以为我们在这里一直在这里直播，他可能就说觉得怎么样，对不对，哥姐姐，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你们说对不对？对的话打个对，好不好？因为我们就不要在这里讲了，好不好？好，好不好？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所以我就嘉威，这样我先你陪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聊一下天、然后我先带你爸爸过去。好。我先带你爸爸过去，好不好？好，然后我们待会再一起过来吧。好。你先去吧。哥姐姐，我让嘉威给你们聊聊天，好不好？好的话你们打个好，我先带他的爸爸去吃点夜宵，
不然的话真的他爸爸肯定说，哎呦，这个小女是怎么回事呀，怎么一进来就只知道在这里直播什么什么的，对不对，就不好了，对不对，哥姐姐、嗯、对不对，表哥和来，这个表哥的话被那个真的那个蒙着了，知道吧知道吧，哥姐姐他睡着了，来，那我先过去了，哥姐姐、啊、你去吧好不好，哥姐姐下播吧，下播让佳薇陪你们聊几分钟，我先把他爸爸带过去就也可以。嗯，你去吧啊。太舒服了，这个太舒服了，我看你都睡着了。我都睡着了，要不我们两个一起去嘛，因为我们直播的话我们可以明后天给哥哥这些我的这些直播间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们可以给他们聊天，每天都可以聊，但是你爸爸的话今天才来的，我们两个一起去带他、嗯、然后还有带那个肖总啊，对不对、嗯、好，去郑姐还有对郑姐他们去吃点宵夜呀，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他们都这么支持我们 对, 对不对，哥姐姐一起去是不是，一起去吗，哥姐 姐, 哥姐, 姐如果说一起去的话你们扣个一，如果说我一个人去的话你们扣个二，因为我们聊，如果说我们这些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的话，我们可以明天后天我们有时间了，我们每天都可以给他们开直播、啊、如果说他们想要对不对一起去，你看他们都说一起去一起去，真的啊，真的吗，哎呀，我这些直播间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们真的太感谢你们了，你看他们都是教我们的，那我们下播了，哥姐姐一起去了好不好，好的话你们打个好，然后我们明后天帮我买一床好吗，我们明后天再给你们再给你们开直播聊聊天，对对对，直播间的衣食父母爸爸妈妈们好不好，好的话你们打个好好不好，哇好感动呀，今天真的谢谢你们哥姐叔叔阿姨，要不是你们一直在这里支持的话，可能我爸爸都不会那么快的，对，他爸爸现在答应了哥姐叔叔阿姨、嗯、真的，所以就真的我们都好激动呀，我们那天就说了，我们肯定到时候离不开你们的支持，一定是你们到时候就是帮我们出谋划策，帮我们建言献策，不然的话我们两个真的是懵的，因为我们两个真的两个小年轻哦，特别是我，来等一下，我都不会说，我给这些哥姐叔叔阿姨们截个图才可以了，啊，好好好。好，真的谢谢谢谢谢谢你们支持，好的好，那我们下播了啊，哥姐叔叔阿姨们把两个八打在公屏上面，八八八，哥姐姐拜拜，把两个八打在公屏上面好不好，哥姐叔叔阿姨们答应就好，恭喜你，谢谢谢谢，两个八打在公屏上面拜拜，哥姐叔叔阿姨们我们明后天再见好不好、嗯、然后我们加上我们两个有时间了的话再给你们聊天，因为你们是我们的父母一样、嗯、是你们支持我们、嗯、鼓励我们，哥姐叔叔阿姨感谢你们的一直支持好不好，对，咱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爸爸妈妈们谢谢你们，给你们鞠一躬啊，给你们鞠一躬，那我们就下播了啊，今天真的谢谢你们，我想要买一床吹金丝，不不不，哥姐姐上不了了，不能给你卖，因为他要骂我，知道吧，哥姐叔叔阿姨，郑姐郑姐都是背着郑姐偷偷给你，不能不能，哥姐姐你们不要说了，今天上不了了，因为今天如果说我在299再给你们上的话，我等一下他郑姐就骂我了，上不了了、嗯、好不好，因为能不能理解，哥姐姐能的话打个能，哥姐叔叔阿姨能不能理解小宁，因为比如说偶尔给你们上四五条，那我自己能做得了主，因为这个是别人的，对不对，人家亏的钱、嗯、那个太多了不好，能不能理解，哥姐姐就上不了了啊，那个299人家是批发价格，比如说他们要那个很多的那种、啊、批发价格，他们都是哥姐姐1800-1900批发的，现在是299能对吧，而且很多都是私人定制掉过来的，那拜拜，哥姐叔叔阿姨们拜拜，下回给他们说拜拜拜拜拜拜，哥姐叔叔阿姨拜拜拜拜拜拜啊，再见拜拜拜拜，我们就下了啊，哥姐叔叔阿姨拜拜拜拜啊，下了啊，因为我们去陪佳薇的爸爸了啊，好嘞好嘞，我们明后天见啊，嗯，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